yang saya hormati Saudara Lim Kee Siang, Ketua Parlimen DAP Malaysia, Pengerusi DAP Negeri Johor, Saudara Dr. Bu Ching Hal, Ketua Wanita DAP, Saudari Chong Ying, seluruh pimpinan DAP, juga Saudari Violet Yong daripada Sarawak, rakan-rakan daripada Negeri Johor, DAP Negeri Johor, rakan-rakan daripada PAS dan PKR, salam sejahtera dan selamat malam kepada semua. Sekutera sekutri Nandri Wanakam. Kewi Rofo Chow 的同胞们，大家晚间好。每一次来到柔佛州都非常的兴奋，那么今晚我敢说，我看行动党党历史几十年来在佐贺扎亚这个选区，今晚是应该行动党办的主办最大场的政治演说在这里。佐贺扎亚再一次的制造一个历史，柔佛州行动党在吴成豪的领导下再一次创造更高峰更大的历史。今晚可以看到人山人海，几千人在这边支持五八运动。Tuan-tuan dan puan-puan, malam ini saya berani mengatakan dalam sejarah DAP di kawasan Dun Johor Jaya ini, malam ini adalah malam di mana ceramah DAP yang paling besar dalam sejarah DAP di Johor Jaya. Dan di negeri Johor sekarang tiap-tiap malam, tiap-tiap hari kita nampak di mana-mana ada ubah truk, di mana-mana ada ceramah ubah, kita akan ada ramai yang datang seperti malam ini. Dan Saudara Lim Kee Siang sedang mengetuai delegasi DAP untuk menghantar bunga-bunga kepada para wanita, kepada ibu-ibu, kepada kakak-kakak, kepada makcik-makcik, kepada adik-adik. Jadi kita ucapkan selamat Hari Wanita. Sekarang, kita Lim Kee Siang 同志领导我们柔佛州的同志，那么应该我们的张英同志也要一起，我们的 Violet 同志也要一起，那么一起的去送花给我们所有在场的妇女们。恭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Happy Women's Day。各位同志，各位同胞，今年刚刚我们过了年了，刚刚上个星期天，再一个星期天我们过了农历十五。那么我们看到过去这几个星期在农历新年的这个期间呢，那就创了一个历史。创了什么历史？他是在国家独立五十多年来唯一一个首相讲最多恭喜发财的首相，从来没有试过一个武统的首相有讲这么多恭喜发财，有祝贺这么多的。那么以前你看哪里可能首相去拍广告，现在武统的首相要在电视拍广告，每一天讲几十次的恭喜发财，在 NTV 7 ATV， 你们大家看，从早上到半夜，每半个小时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吧？从来没有试过，从来没有看过首相去拍广告，恭祝我们恭喜发财，还不够，啊，恭喜发财，国政倒台，我们讲国家要国泰民安。要顺顺利利，国政倒台，我们就大家发大财。如果国政倒台，大家发大财，因为过去都是他们发财，我们现在不要他们发财，我们要人民发财，给国政承认反对党，好不好？所以为什么一个首相，武统的首相，要去拍广告，跟我们拜年？但是不单只是拍广告。还打锣鼓哦，有没有看过武统的首相打锣鼓啊？我不知道他打什么锣鼓，因为我们华人有很多锣鼓，有一些是舞狮的锣鼓，有一些是舞龙的锣鼓，那些出殡的也是有锣鼓，我不知道拿去打那个应该是出殡的锣鼓，为国政出殡打锣鼓，让他们得懂枪好不好？有一辆车 JDR95527 还有 JMD2618，请移动你的车，所以搞到拿去打锣鼓向我们拜年。但是很奇怪的，为什么第一次首相拍广告打锣鼓，但是整个国政里面好像没有华人的这个部长，
好像没有华裔的领袖，那为什么 Nike 拍广告看不到马华的总会长，看不到蔡新立，也看不到民进党的党主席徐子根？那么原来我有一些朋友在马华，因为我也是有很多朋友在马华的，马华的朋友告诉我，原来蔡新立有一个病，现在蔡新立什么病呢？蔡新立现在看到镜头了，他有恐惧感，所以他看到镜头他有恐惧感的。我们没有，我们现在看到镜头没有问题的，现在 Live Web TV 这个 DAB 五八 Web TV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你拍。但是蔡新立不行哦，蔡新立看到有人拍他，他有恐惧感的，因为他怕是不是有人要偷拍我啊？因为他一给人家拍到，一给到看到镜头，他就想起在巴杜巴汉那一幕，所以蔡新立现在有恐惧感。所以为什么呢？他要跟拉吉一起拍广告，他不肯拍。另外一个民进党的党主席徐子根，原来他本来是很想跟拉吉拍的，因为徐子根呢出了名的破烂趴，出了名的破烂趴。拉吉拍广告，他第一个人跑出来讲，他也是要拍，但是拉吉告诉他，你不要，最好你不要跟我拍哦，你不能够跟我拍哦。上一届大选你在槟城给人家拒绝输到完，国政全军覆没，你是国政的妥帅哥，你还要跟我拍？所以搞到拿金现在蔡新立也不能够用，徐子根也不能够用，陈华贵也不能够用，谁都不能够用，还有一个更加不能够用，那个王艳艳最不能够用，对吧？那个王艳艳以为自己哇很威水哇，去跟赛还没有来之前呢，讲他要跟他跳舞哦，所以搞到现在赛来到马来西亚，听到王艳艳就怕了。大家知道为什么赛那天没有出来捞声吗？因为我听说那个赛呢，他搞错了，他在后台，他听到那个司仪叫他赛，你出来捞声啊，赛 ，come on 赛 ，come on 赛，那个声音好像王艳艳，他以为是王艳艳叫他出来，所以那个赛不敢出来，因为如果王艳艳叫他出来，他出来了，等下王艳叫他，你帮我跳个 Gangnam Style 啦，我做你的 sexy lady 啦，那么赛就完蛋了。全世界现在过后没有人要请赛了，原来那个 sexy lady 是王艳艳。如果王艳叫他跳了过后，赛也是很怕，因为王艳跳了过后，另外一个人也要跳 Gangnam Style 哦，另外一个 sexy lady Rosma 也要跳 Gangnam Style 哦，那么赛一定完蛋了，赛肯定不能够离开马来西亚了，所以他怕了，所以他捞声没有出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什么要有人要谋杀赛啦，那全部放屁了，这些其实是赛怕了这个王艳艳跟这个 Rosma， 所以不敢跳出来。所以你看在国政里面，连拉吉也对蔡新立没有信心，连拉吉也对习子根没有信心，对马华对民政都没有信心，你叫我们人民怎样对马华对民政党有信心，对不对？你国政的主席也不相信马华和民政，人民怎样相信马华和民政？所以来届大选，如佛祖的同胞，我们放弃马华，放弃民政党，好不好？因为如佛祖，我们知道如佛祖有很多马华的党员，那么在场也可能有一些是马华党员，但是不用紧，我们是非常欢迎马华党员的，因为有很多马华党员都是支持我们的。包括小弟的选区，我去上一届去竞选的时候，其实我的竞选基金大部分也是来自马华党员来帮我的，因为马华党员也是要给我们多一点的支持来怼烂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也顶不顺马华的领袖，那么他们没有办法，有很多马华党员做生意的，他们没有办法，他讲因为做马华党员以前讲比较容易拿来生啊，如果不做马华党员，等下政府收回我的来生怎么办？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进马华。但是他们讲我拿住马华党员卡，但是心在行动党，所以他们大选不单只是票投给我们，钱也是给我们，所以我们呼吁柔佛州的马华党员在来届大选全面的放弃马华工会，让行动党在柔佛州可以胜出，好不好？所以现在是机会来临，我们这一届大选就是最好的机会。过去五十多年来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过去五十多年来每一届大选我们的老大林吉祥
去到哪里演讲，他是非常的这个警惕，他的演讲非常的警惕，他看到人民的反应，他看到整个国家的这个局面。从来林清祥没有讲过我们有机会改朝换代，在308之前，因为308之前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换政府，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够打倒国政。308之前你们相信吗？不要讲你们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在308在槟城可以对抗国政，在雪兰莪可以对抗国政，不相信，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还有一辆车 GMD 2618，请你离开你的车。308之前，我们没有一个行动党的领袖相信我们可以改朝换代，所以我们一路来，我们都讲，马来西亚的民主化，马来西亚要改朝换代，先决条件就是要否决国政2/3的多数票，在国会里面减少他们的力量，在国会里面我们超过1/3的反对党的国会议员来制衡国政。那么308人民已经做到了，人民特别是我们北马的同胞，在吉达州、在槟州、在霹雳州、在雪兰莪州、在吉兰丹，那么大部分的选区在这几个州属都是明年胜了，包括公正党、回教党、行动党。所以在308我们有82个明年的国会议员进入国会否决国政2/3的多数票。不单只是否决国政2/3，我们也赢了几个州政权，槟州、霹雳、吉达、吉兰丹还有雪兰莪。所以这第一步我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步已经达到，所以下一步就是要改朝换代。所以来届的大选，我们已经，我们的这个目标已经不单只是否决国政2/3，我们已经否决了2/3。来届大选的目标，我们就要取代国政，改朝换代，明年真正中央政府，这个是我们下一届大选的目标。以前我们谈到换政府，很多人会很怕，会乱。马华工会最强的一招就是什么？去巴沙那边呢、啊，就告诉安迪，哦，那些马华副理主很多党员呢、啊，他们就出动他们的党员去巴沙那边讲什么？安迪买多一点菜啊，安迪买多一点盐啊，安迪买多一点 Maggi 面啊，等下火箭赢了啊，我们乱啊，国家会动乱啊，马来人会打华人啊，会乱啊。308槟州改朝换代，槟州有乱啊。雪兰莪改朝换代，雪兰莪有乱吗？雪兰莪没有乱，槟州没有乱，霹雳州也没有乱。为什么？是因为马来西亚人民，今天我们全体的马来西亚人民，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一起都要换，一起都要给国政倒台。所以马来人绝对不会干扰华人，华人绝对不会干扰印度人，我们社会里面没有人要乱，只是马华要乱，武统拨乱，他们拨乱希望不用选举，希望拨乱不用换政府，所以我们不要中他的招。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人民都是我们爱和平的，我们不要乱，只是马华拨乱。马华现在的口号是什么？要稳定不要乱。其实我告诉你，马华这个口号呢不是跟你们讲的，他讲要稳定不要乱，其实马华工会是告诉自己的党员。为什么呢？你看现在马华两个，一个总会长一个前总会长打来打去，那么前总会长翁思杰讲要上阵再搬任，那个现任的总会长蔡西利讲这个翁思杰不能够相信的，如果他中选过后他一定跳槽去明年的，这个是清华来的。那么翁思杰讲这个蔡西利，这个蔡西利没有一天如果没有讲到这个翁思杰他就发抖，如果蔡西利没有讲到翁思杰他会发烧，所以他要看心理病，心理医生，因为他有心理病。所以一个前总会长跟一个现在的总会长打来打去，你讲是不是马华自己乱？所以如果他要讲要稳定不要乱，先告诉马华的党员，先告诉你蔡西利，你自己搞定自己先好不好？你自己不要乱先了，所以人民不会乱。所以今天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应该要站起来，我们应该要勇敢站起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们独立了50多年，如果政党轮替还要恐吓我们乱，这个是一个不能够用的招数。我们人民要告诉他们，
我们要换政府，就是一希望我们要争取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干净、更廉洁的政府，不是要看到国家乱。所以马华工会继续的用这些招数，就是继续的用这些恐吓来恐吓我们。我们应该要告诉他们，马来西亚现在已经独立50多年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我们迈向一个更先进、更民主的马来西亚。不要告诉我们种族主义，不要告诉我们今天马来人跟华人跟印度人还是分裂，要分裂的是他们，我们是要团结起来给国政倒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Saya mengatakan bahawa MCA, UMNO, mereka masih menggunakan taktik-taktik lama nak menakut-nakutkan rakyat. Kononnya kalau Pakatan Rakyat ambil alih, negara akan huru-hara, tak ada keadaan aman damai. Siapa yang nak huru-hara? Yang nak huru-hara tu UMNO dengan MCA saja. Jadi rakyat tak perlu bimbang, rakyat tak payah takut, kerana pada hari ini yang nak tumbangkan Barisan Nasional bukan sahaja orang Cina, tetapi juga orang India, orang Melayu, sama-sama satu Malaysia. Kita nak tumbangkan UMNO Barisan Nasional. Ini betul-betul satu Malaysia. Kerana tengok Himpunan Kebangkitan Rakyat, 80% yang pergi orang Melayu, 80% yang hadir Himpunan Pakatan Rakyat orang Melayu, anak-anak muda Melayu, menunjukkan bahawa anak-anak Melayu, anak-anak India, anak-anak Cina, sama-sama kita mahu perjuangkan sebuah kerajaan yang adil, yang bebas daripada rasuah, dan nak menumbangkan UMNO Barisan Nasional. Ini harapan baru rakyat, ini politik baru rakyat. Jangan kita ke belakang, jangan kita sebab bimbang, kita takut, kita balik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Jangan sebab RM500 kita balik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Ingat, kalau bukan 2008 ada political tsunami, kalau bukan ada Pakatan Rakyat, hari ini RM500 tak ada. Orang India cakap ilik pocik, tak ada, apa pun tak ada. Sebab 50 tahun itu Barisan Nasional makan duit saja, mana dia tahu bagi duit. Mengapa dia mau bagi duit sekarang? Sebab dia tengok Pakatan Rakyat dekat Pulau Pinang sudah bagi duit. Dia tak bagi duit, mesti dia kalah. Dia pun nak bagi duit. Dan dia nak bagi duit sebab dia nak menangkan semula sokongan rakyat. Tapi kita minta rakyat, kena tengok besar, kena tengok ke hadapan. RM500, you bagi, kita ambil. You bagi RM500, kita ambil. You bagi hamper, kita ambil. You bagi beras, kita ambil. You bagi apa-apa, kita ambil. Tapi kalau cakap mau undi Barisan Nasional, kita minta Barisan Nasional, lu poralah. Ambil duit Barisan Nasional, tangkap Pakatan Rakyat. Ini jadi pengundi bijak. Jadi, kita berharap anda, jangan kandau kerana Mahwa akan cakap apa. Mahwa tak dengar cakap apa. Dia cakap, 你看我们的政府现在很好吗？我们要感恩，政府给我们500块，学生也要给，我们的孩子也给，什么都给，你看极好，我们连电视司机也给你 free 的带药，什么都给，你还要什么？要感恩，要投给国政。我们要告诉马华工会，感什么恩？应该是国政向我们人民感恩，对不对？应该是马华工会向我们人民感恩，因为有我们，你们才有部长做。没有人民，你蔡西利是什么？蔡志勇是什么？魏家祥是什么？没有部长，没有副部长，所以不要告诉我们感恩。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政府向人民做的东西不需要感恩的，因为我们选你出来，你不愿意做的，你可以不做。所以我们告诉他，不用叫我们去感恩，你应该做的。所以来届大选，钱照拿，我们票照投给行动党，好不好？好。Ada sebuah kereta lagi JGE7269, sila alihkan kenderaan. 所以来届大选，我们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这个是一个黄金的机会，不要给马华恐吓到。马华每一天告诉我们，如果给明年上台，华人会很惨。华人等下要砍手要砍脚，没有猪肉吃，没有白骨爹，哪里可以啊？没有 customer 哪里可以啊？不能够买万字，没有万能，没有三加一，没有多多，什么都不行了，哪里可以？
我们宾州这镇、水兰莪这镇有回教党啊，水兰莪有回教党的行政议员，基兰丹有行政党的州务大臣，基达有这个回教党的州务大臣。那么你问水兰莪的朋友有没有出租车啊？你去问巴生的朋友，哎，巴生那些巴古迭是不是全部关闭了啊？有没有啊？巴生，你要吃巴古迭没有问题，几百间在那边。你要在槟城喝酒，喝到你天亮也可以，没有问题。你要买万字没有问题。这个是虽然不是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的习惯、生活的习惯，我们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讲过，我们要改变不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不会干扰大家的习惯。邓小平收回中国的时候，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邓小平讲了一句话，他讲香港回归中国，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现在我们说，如果明年真正马来西亚，我们猪肉照吃，啤酒照喝，万字照买，我们永远不变，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生活习惯，我们要改变的是要改这个贪污腐败的政府，我们要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些是我们要改变的。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政府承认了我们统考文凭，给我们独中，给我们华小公平的对待，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改变，不是禁酒禁赌。所以大家不要给马华公会恐吓到，所以连一个独中，连一个统考文凭，你几十年来也搞不到，几十年来也不能够让国政承认这个统考文凭，我们还要等什么？我们等了几十年了，等到哪来拿进来，董总拜年也没有宣布，还要等什么？所以如果纳吉你不愿意宣布，你不敢宣布，你不要宣布，我们告诉纳吉你不用再宣布了，多两个月，明年上台我们马上宣布统考文凭受到承认，不要再等纳吉了。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看到从新山去到哈博山不给开油一道南北大道免费过路，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大家要放心，大家要勇敢，连新加坡都勇敢投给反对党了。所以我们要等什么？新加坡的反对党等了几十年，现在才可以出人头地，还可以赢到几个议席。我们已经奋斗了几十年，来到这么远，我们几十年来没有放弃民主，没有放弃人民。虽然在柔佛州我们非常的困难，柔佛州过去以往几十年来行动党要在这边非常的困难，要赢一个议席在新山很困难，吴陈豪同志也打了三次才赢，95年他出来输很多票，万多票，应该是万多票吧，95年、99年输，2004年也输，打到2008年第四次才能够中选成为州议员。所以他的坚持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好不好？因为有吴陈豪这样的精神，罗佛州行动党可以跑到今天。所以我们希望来届大选给吴陈豪同志大力的支持，好不好？马华说什么？他讲如果来届大选赢少过15个国会议席，不要入阁，不要做部长，不要做副部长，也不要做行政议员。我们讲你马华公会要不要做部长关我们屁事呢？你现在要不要做部长是不是言之过早啊？第13届全国大选还没有投票，票还没有倒出来，还没有算票，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如果国政倒了，明年上台不是你不要做部长，是你没有的做部长，没有资格做部长，对不对？所以蔡英文讲什么讲什么不要入阁，以为他以为如果没有马华的部长我们就饿死吗？没有马华的部长，有行动党的部长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没有蔡西利做部长，林冠英不能够做部长吗？林冠英今天是首席部长，他也能够做部长。林吉祥不能够做部长吗？没有这个超智雄，我们陈国伟不能够做部长吗？啊，你没有谁廖仲来、潘前伟不能够做部长吗？没有王燕燕、张英不能够做部长吗？对吧？没有马华的行政议员，吴陈豪不能够担任柔佛州的行政议员吗？没有魏家祥做副部长，林北路招呼不能够做副部长吗？
对吧？所以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我们老大谨慎言在马来西亚国会是最有经验的一个国议员，比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议员都有经验。他没有经验领导马来西亚吗？安华做过副首相十多年，做过部长也做过副首相，他没有经验做马来西亚的首相吗？所以大家，我们今天要放弃马华，要放弃国政，不用害怕，没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没有了马华工会，有行动党，没有了国政，有明年，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绝对生活过得很好。所以我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听 EXO 那首歌《天天好天》，我们要天天好天，就要变天，变了天，我们天天都好天。所以马来西亚，我们要看到新的春天，我们要看到新的马来西亚，要看到新的希望。来接大选，柔佛州的人民成为造王者，柔佛州的人民带动全马来西亚改朝换代，告别腐败。谢谢各位。